了中餐厅二之后，发现情商对于一个明星有多重要。同样都是小男生，大家对王俊凯宠爱有加，对白举纲也是对。除了王俊凯年纪最小之外，和白举纲的情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看过这个节目会发现，白举纲每次都是话题终结者，每次大家开心聊天的时候，白举纲一参与就会以争吵结尾，就和白举纲又轴又倔强的性格关系太大了。尤其是在节目中开玩笑的时候，只会让别人尴尬，起不到任何综艺效果。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尤其是在赵薇和王俊凯的对比下，节目中王俊凯和白举纲聊起了身高话题，看到二人争吵，赵薇赶紧解围，不要在苏有朋面前讨论身高的话题，一句话终结了王俊凯和白举纲的争论，还带来了笑点。紧接着王俊凯也顺着赵薇的话开玩笑，鹏哥，我觉得你挺高的了。真的，在你这个年纪这么高已经。这句玩笑话让野鹏哥心酸又觉得好笑，自己都笑翻了。但为了照顾苏有朋面子，王俊凯还是赶紧说，开玩笑，鹏哥。随后苏有朋也自己找台阶下说，男人最重要的不是身高，真的。这时候尴尬的小白又出手了，是心脏要强。一句话让苏有朋好不容易平复的情绪又开始激动了，大喊，你会不会聊天，是气度是实力好不好。这段聊天最终还是以小白的道歉告终，看来小白的情商没有人能拯救了。